52岁嘅范逸敏凭住《爱回家》深入民心，同时佢亦都系圈中有名嘅小富婆嚟噶。不但收藏咗多个天价手袋，投资楼市有道嘅佢认真富贵。早前北上消费可以话系热话，唔少香港人都大呻香港消费好贵。而身为富婆嘅范逸敏，当然消费力强劲啦。日前佢就喺网上出 post 明言支持留港消费，佢大晒靓样，又掃出手上面嘅金手镯，难掩贵气。有网民问佢会唔会去帮衬平民饭堂啊？佢就话平时开工都系帮衬开平民美食噶。